打翻了番茄酱，自己擦一擦。用抹布比较好。好，那抹布吧，我拿抹布给姐姐，姐姐自己擦。来，给你。谢谢。我的卫生纸。待会儿姐姐要帮你擦，我先给你卫生纸，你待会儿用卫生纸自己先擦一下，因为姐姐要现在要擦地板。姐姐给你。不要，你帮我擦。哎呦，饼干呢？姐姐怎么了？这个是水啊。对对，因为你要把它用干了才可以。你不要拍呀。好，我知道。我知道。这里下面也有。哇，你这个火车这个可能要洗哎。他说不要拍呀。这个要洗，好不拍。